啊？你暑假要干嘛？参加长林嘉年华。长林嘉年华什么时候？在哪里？8月14到8月21，在台北市立大学音乐学系，我们欢迎12岁以上具有长笛演奏能力的你。8月14到8月21，第二届台湾长笛嘉年华，我们不见不散。